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是当真》三周年直播节目《一万富翁》，我是你哋嘅节目主持人潘忠孝 M 九。即刻请第一组炮灰组出嚟热热身先，好嘛？好嘅，好，我哋有请 Angelina、Shadow。我哋去第一条十蚊题啦。在是当真三周年直播节目《一万富翁》入面，哪两位是炮灰组的成员 ？A. Shadow Angelina。B. Locker 阿康。喂，答喂系我系我。C. Yanny Stone。应该系我。D. 唔知。唔知。有啲困惑嘅，有少少似 D， 唔知噶，真系唔知啊！呢个世界好多嘢都唔知。決定是 A 啦嘛 ，Shadow 嘅決定。你兩個讀 drama 噶嘛 ？OK， 好。OK， 咁你哋嘅最後答案係 A Shadow Angelina。你哋答案係啱啊！哇！睇下兩位，睇下第四條究竟捱埋得過啦？Yes Yes Yes， 入邊由學修自稱兩歲嘅時候經歷咗啲乜嘢咧 ？A 冇拉褲鏈。B 被父母虐待 ，C 被父母遺棄 ，D 唔知五十好，電腦準備好未？五十，好緊張，已經準備好咗。A 揀咩組你都要信自己啊 ！A 揀好咗啦嘛，好 A 係你哋最後答案，冇拉褲鏈，係 A 係錯啊。真係有唔知噶，嚇咧！不如睇睇片咯。你兩歲嘅時候發生過咩事啊？唔知喎。唔好意思啊，兩位炮灰組嘅成員，恭喜你哋得到嘅係一晚嘅寶貴經驗。下一组是嘉琪嘉欣，欢迎大家，好多我哋输咗。我哋去第八题，300蚊嘅题目，词出片第二集用货品说话入边，阿词自称乜嘢咧 ？A 艺记者 ，B 词记者 ，C 艺记者。喂，佢有机会念个字啊 ？D。慈祥新聞特派記者，因為我印象中我有望過咧係藝記者啊，唔知係 A 定係 C 咋？打俾阿慈啊，唔該，打俾阿慈，好嘛，打俾阿慈啊。唔知道日本嘅阿慈有冇幫緊個直播節目咧？誒，在線中未啊，阿慈？喂，你好，魏安慈係咪？係。一萬富翁潘忠孝。係。而家你個朋友嘉欣嘉琪有啲問題想你幫幫手。系你系边个啊？你唔系阿慈咩 ？OK， 得啦，总之而家你唔好咁样嘥我嗰个电话咩得啦？等等先，阿慈啊，等等先，你系咪阿慈？你求其打咩鬼？然之后叫我问阿慈，阿慈嚟噶。Hello， 阿慈系咪阿慈嚟先？系阿慈。OK， 好，咁你我哋准备有30秒嘅时间，阿嘉琪嘉欣会问你问题，准备3、2、1，开始。嗱，詞出片 EP 二用貨品説話，我自稱啲咩啊？係啊係啊係啊！咩啊？你話你有睇 live？A 係藝記者 ，B 係詞記者 ，C 係另外一個藝記者 ，D 係咩？詞場新聞特派記者。喂，首歌唔清楚，我聽到你個 rap。8秒。A 係。答啱就可以上400蚊，然後我哋到時睇完400蚊嘅問題，我哋可以選擇走，都至少攞300啊！係啊，每人85蚊一定夠。係啊，搭的士翻屋。夠就一定唔夠噶啦。夠啦，但係起碼好過冇啫。喂，嗱，唔係喎，你攞300蚊走啫喎。
唔係咁，你有咩策略啊？你而家諗住係搏咯，搏係啊，唔係啊，咁我用多次個錦囊再搏有咩問題啊？啊，冇問題嘅，去 live chat。我見最多係 C 喎 ，C 好多喎 ，C 啊，哇十秒五秒要啊 ，C 啊 ，C 啊 ，C 啊，但我都話係偽記者，但我唔知係邊個偽啫嘛。你又知係咩？嗱好多，我諗90%左右 C。OK， 你哋最後答案係 C。其實佢做咩咧？佢又要聽電話，又要玩嘢。我問得算啦 ，C 啊，唔緊要啦，我哋派低仇恨。係，而家你有一個新嘅答案 ，C。偽記者是阿叔，啱啦！搞錯，2500有冇咁癲啊？睇下第13題2500嘅題目啦，冇曬錦囊噶啦！啊，呢條都幾難啊！呢條片我有睇啊，但我唔係就係睇嗰隻阿叔，我睇我掛住睇其他嘢啊！阿康第一次見 Miko。兩個人連續握手握咗幾耐？幾耐啊？咩十三次啊？睇睇啲秒數先啦。三秒。我都唔知啊。A 八秒零九。B 十二秒一百。唔排除咧，係啲人留言嗰度有人幫佢數咗啊。C 十六秒二一。D 廿一秒零六。我哋試下模擬一次先咯。咁一係走咯，一係走咯。你幫你計。即係咁樣。Miko 你好啊，你好啊，一，你好你好，三，四，係啊係啊，即係多謝你嚟幫手拍攝啊，七，係啊係，係啊，喂，其實八已經覺得有少少尷喎，八個尷，喂，你如果你超過八秒，你真係變態佬咯，講真，嗱，真心你問我，我覺得唔係 A 就 B， 冇可能 C 同 D 啊，因為真係太長啦，其實個女仔都會有啲難堪或者難受啊，係，咁即係你哋意思係如果係 C 同 D， 阿康就一定係變態。好好成績㗎啦，估唔到你哋上到嚟，真係嚇咩事啊？唔係因為好難啊啲題目，不如 C 啦，我覺得 C 有機啊，因為嗱啱啱我哋話 A 或者 B， 跟住佢無啦啦話喂 Miko 喎，咁睇嚟佢都真係 feel 到自己呃咗好耐喎，咁廿一秒又有啲過分啊嘛，廿一秒真係過咗啲分，搏一搏咯，輸咪輸咯，搏一搏啦。決定是 C 啦嘛，搏咯，輸咪輸咯，輸咪輸咯。你哋嘅最後答案是 C， 輸咪輸咯。十六秒二啊，冇計，如果輸就算啦。呢個答案是啱啊 ！Hello， 你好啊，我是 Miko。Hello， 你好，我是阿康。可能我嘅廣東話你有啲聽唔明，因為會帶啲馬來西亞嘅音。我有睇你啲片噶，但系我哋會上字幕噶啦，你可以睇翻個片。我有睇你啲剪音師好似好辛苦。係。OK。係。好。喂，真系估嘅啫喎！黐线！哇哇！有请林嘉希，10000蚊，彭艺康，10000蚊，睇下300蚊大咗啦，好紧张啊！开始难系嘛 ？feel 到难噶。以下哪一个唔系全个世界都有诈骗电话入边教导嘅对付骗徒方法咧？A 穩如泰山，穩泰，B 虛應之聲，有 C 聲波攻擊，冇聲啊，聲我唔知。D 激進2023，唔會冇得激進2023，有咁有呢個字。200蚊，出現呢個字咩？200蚊唔啱，唔使唔啱，唔使，係啦 ，thank you。我50-50，50-50啊，50-50，嗯。咁我哋电脑准备剔走两个错嘅答案啊！哦 ，OK， 激进2023 B， 得。最后答案系 D， B, 激进2023。D 激进2023系正确嘅，错。正確答案是 A， 穩如泰山的。今天我們集思廣益，想想可以怎樣對付騙徒。不動如山。正確答案四隻字是不動如山，就是出現了在試映劇場裡面的，而不是穩如泰山。但你們都有過了第一條保險線80蚊，不要緊的，其實
我而家真係不動如山啊，大佬！我仲叫我 friend 屋企等我打俾佢。雖然在第八條輸咗，你哋可以玩埋你哋嗰條嘅10,000蚊題目㗎。哦，係啊，好喎、啊。係啊，呢條題目係許賢出嘅。三年前的是當真官方正式預告入面，以下哪一個不是片中有出現過的形容詞？哇，許賢真係睇睇。分咗都冇一條。A 我睇咗啲乜嘢 ？A 係啦。有啊有啊。B 教壞細路仔。C 大師級 YouTuber。呢啲有呢啲有。D 高質配音片。D 冇。嗯。好 firm 喎，真係點解嘅？冇所謂啊，冇所謂啊 ，D 咯，冇錯。喂，要唔敢落？打電話，打電話俾許賢。可以，唔好嘥咗你 friend 啦。可以玩啊，玩埋咯，照試下，我哋打俾我 friend， 打俾我 friend， 打俾我幼稚園嘅同學。即係邊個 ？Eric， 打俾 Eric， 打俾 Eric， 幼稚園同學 Eric，OK， 收到。Eric 啊嘛，係咪？係，冇錯。10,000富翁潘忠孝。係，你好。而家你老友。Locker 有條問題想問你，你有30秒時間準備，三二一開始。喂 ，Eric， 你有冇睇緊 Live 啊？有嘅。喂，你有睇唔使我講啦。D 啊？咩啊 ？D 啊 ？D for dog 啊？我低質配音片啊！喂，點啊？我哋仲有10多秒時間，吹下水先啦。點啊？你近排好嗎？好嘅，喂，下次請你食飯，我拎走10,000先。好，好，好，多謝你。多謝你，拜拜。我想話80蚊都可以請，80蚊都可以請喎。好嘅。最後答案啲高質配音片，你答案係啱嘅，冇錯，恭喜曬。多謝。如果有第二個平行時空，你哋已經攞10,000啦。哦。有请陈永恩、林志峰。10,000蚊，主持人。以下边句唔系超级劲爆叱咤风云金曲中嘅歌词呢 a 唱到年尾出道。有呢、這个有。B 唱到扮有心。有呢、這个有。仆街，我讲我讲我讲你歌词，我讲喂。嗰个声音劲出。OK C 唱到有有嗰度，同埋 D 唱到为你超度。佢啱啱講嗰個 D 嘅時候咧，唔似係佢唱歌嗰把聲。屌，有啲命災，D 嗰下有啲命災。你一係你可唔可以試多次講多次？我想聽一聽。A 唱到年尾出道，有屌，唱到扮有深度。哦。C 唱到入你嗰度，有。D， 呢个呢个赢，搞掂，好嘢，好嘢，多谢 Alex， 我多谢 Alex， 多谢 Alex， 我笑俾我做埋 ，D， 唱到为你超度，唔啱嘅 ，D， 你 D， 你 D， 你啱啱唔啱音。我计一千五啊 ！OK， D 唱到为你超度系啱啊！有啲隐晦喎，你嗰下好彩系佢，好彩系你啊！5,000蚊，好紧张，好紧张，紧张。以下哪一个唔系香甜粟米片入边所提及嘅营养六边形之一呢 ？A 维他命 C。B 維他命 B 一 ，C 維他命 B 四 ，D 維他命 B 十二，冇曬咁咯。而家可以睇睇張2,500嘅支票先。嗱，其實咧2,500好想走啦。但你搏，但你估到咩？想撞就撞到啦。係啊，你就兩個箱啊。而家玩唔玩啊？每人有1,250，而家。攞錢走，如果攞錢撞邊個？我自己會撞 A， 所以應該係 C。我哋命運咯，你我負責 A， 你負責 C。我哋 C 啊，不如嚇 C 啊，我哋撞啦，玩點 ？Just do it，Just do it，Just do it。C
O K， 決定 just do it， 輸咗最後揀嘅係 C 維他命 B 四 ，B 四係啱啊！你心入面仲有冇營養六邊形啊？維他命 A， 維他命 C。B 一、B 二、B 三，再 B 六同 B 十二。哇！喂，有咩事？有咩事走啊？有咩事走啊？加油！加油！好嘢！有咩事走咧？有请 Jessica 同埋 Catherine， 三十蚊嘅题目，二破三日喎。日文嚟嘅喎。系啊，日文嚟嘅，但系有中文翻译嘅，放心。以下哪一句不是二破三日的歌词？扑街又是我又要讲了，系啦。OK， 你读埋英文出嚟好唔好？加满的 Kinai 有。B Kimochi 有。呢个都呢个都有。C これはダメだ。呢个好似有，呢个好似有。D。一緒に行く一緒に行く何の不是啊我笑他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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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多次好我笑我多次你噏多次行不行 A 我慢できない這個一定有這個一定有 B 気持ちいいよ這個都有 C これはダメだ這個都有 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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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一緒に行く我的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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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熟唔熟波啊？熟波就識答啦。睇答案先。睇睇啊 ，A 曼城。哦。B 曼聯。哇！好難啊。C 利物浦。D 阿仙奴嘅。呢條你哋熟波咧就好易答啦，但係好明顯啦，都唔熟波啦。打電話問下人咯。買咩啊？仲有一個錦囊啊，記得喎。你有短同學，有短同學。有冇打俾佢？有少少同學。你有子同學嗎 Aaron 真的嗎 Aaron 好打給 Aaron 打給 Locker 的 Aaron 一定知道的幼稚園同學好 Aaron 麻煩你打一打 OK 那我你現在確定個片麻煩我現在打給 Aaron 一下你好 Aaron 聽不聽到熟教部啦 OK 準備三二一開始 Hello 麻煩 Aaron 你知不知道答案是什麼啊哦，用好阿仙奴，好唔該曬，感謝你啊，多謝你啊，你真係好好啊，感謝感謝。因為佢三阿仙奴，阿仙奴 ，Eric 講得好清楚喎，佢話阿仙奴用一比零擊敗曼城喎。係 D。最後答案阿仙奴係啱嘅。多謝 Eric， 好勁啊你，多謝你，真係好勁。有電影同學真係好犀利。好好啊！最後一條題目啦，一萬蚊究竟最後一組攞唔攞到咧？睇睇啊！睇先，睇先，睇先。哇！送分喎呢系。我 channel 喎 ，channel 成立喎，唔係定。我知 ，D 啊 ，D 十月十八號。十月啊，知我哋。2020。啱定個手先。唔係幾百科啊！你睇 YouTube 嗰個位就知咯，成立。後面是不關事的唔關事的我都記得有十八號呢個字嘅。後面講乜都好，冇得睇電話，或者講乜嘢㗎？開咗呢個 channel 啊，我哋不如睇答案。我哋不如睇下答案有冇十月十八號先咧。2020年10月。A 9月24號。佢生日。佢生日係啦。B 10月16號。C 10月16號。肯定啊！肯定啊！佢會唔會一陣又話係佢哋自己幾個
傾嘅時候嗰個日子啊？如果係，真係講緊24喎。咁冇人知喎。咩啊？古仔有講啊嘛。但係先講呢條車路啊，條車路啊。係咪啊？唔係搞錯啊！如果呢條答唔啱，就落翻600蚊。開呢個車路啊！嗱，如果你開嗰個車路咧，肯定係因為係2020年10月18號嘅，咁所以係咪開咗個車路？但係我想講，我驚佢就係話佢哋幾時成立呢個車路？咁嗰陣時係佢生日打俾佢。居講生日快樂，然後就話喂，不如我哋一齊搞個 channel 啊！即係如果佢就係咁樣計，咁點啊？咁你問主持人，問主持人，而家係講喺 YouTube 度開 account 啊嘛，係嘛？而家你哋答錯咗就跌翻落600蚊冇啦，都係審一審題先啊！或者你哋可以攞5000蚊嘅支票走。幾嚇人啊！先攞佢，唔係等陣先。如果唔係先，我哋又反開走人啊嘛！好，我哋反曬所有嘢。先啦，就先好冇？我哋一齊嗌浪出嚟。你反唔到我一萬富翁潘中校台嘅。最後答案是，我一齊講，十月十八，二一，喂你攞，你攞定咗10000蚊支票出嚟，你攞定出嚟，攞定出嚟得啦，你攞出嚟啦，嚟啊嚟啊，有戲啦，十月十八號，有戲啦，C係啱啊。恭喜曬！我都加下噶，恭喜曬 ，Happy！ 影相先。我想講啊，點解我冇得跑半場？我睇 Happy 係跑半場。恭喜曬！唉，冇得玩。估唔到今日試檔真係派出咗20080蚊出去噶，真係估唔到。恭喜曬咁多位，咁希望之後我哋都會有機會再玩呢個10000富翁啦。咁多現場觀眾，拜拜，未來見。